转弯。Yeah。我考试考得很快，可是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做的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对，所以昨天夜晚上我没睡醒。你可能觉得我是不好的学生，但是我的小水一下太小了，可是然后我的小水是睡觉，我忘了我的考试。为什么学习中文很难？听写我忘了这个汉字，我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复习，可是我还是不当汉字。每个星期我都学新的中文，老师有一个问题可以我问你，我爱说中文也爱中文问好，可是我不懂，只是不知道。我们得去上课，我们到了，我得说一个句子，我不喜欢句子，我学习语法，我觉得我可以帮你，我不喜欢听写，所以我练习写汉字，我现在习惯说中文了，你可以告诉他我很酷，因为帮了，太好了，我们都是朋友。为什么学习中文很难？听写我忘了这个汉字，我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复习，可是我还是不当汉子。每个星期我都学新的中文，老师有一个问题可以我问你，我爱说中文也爱中文问好，可是我不懂，只是不知道。为什么我的教室很远？上课一起眼已经很累了，得很早起床，还在高楼，可是我的成绩最好好好。为什么我的教室很远？上课一起眼已经很累了，得很早起床，还在高楼，可是我的成绩最好好好。为什么学习中文很难？听写我忘了这个汉字，我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复习，可是我还是不当汉子。每个星期我都学新的中文，老师有一个问题可以我问你，我爱说中文也爱中文问好，可是我不懂，只是不知道。